不及闪避，硬生生撞了上去，其实整个人倒地，就连安全帽也喷飞。换个角度仔细一看，骑士当时边骑边滑手机，所有同向汽机车都还在停等，这名骑士却突然冲出来，最后肇事责任骑士70%，轿车驾驶30%，而轿车负责的30%原因是经过路口未减速，驾驶原本想重新鉴定，因为自己明明有减速，但考虑到没受伤，车子也由保险公司处理，没想到骑士却要求200,000元的赔偿，否则将要提告过失伤害罪。不合理啊，因为他并未注意车前人家行车状况啊。我个人是觉得还是要让看到最后了。毕竟骑士滑手机不对在先，却疑似狮子大开口。后来骑士愿意将金额调降为150,000，换算30%，轿车驾驶只需赔30,000。但骑士又改口说要拿到完整的150,000，其中包括20,000医药费、10,000机车修理费，以及休养3个月损失的月薪120,000。这样的赔偿金也让轿车驾驶怒喊不合理。机车驾驶人来跟汽车驾驶人要了一个刑事诉讼的一个和解金，这个和解金本身是没有一定的标准，愿不愿意给付这个和解金呢，攸关于汽车驾驶人愿不愿意承担被刑事诉追判6个月以下有期徒刑这样的处罚。因为骑士有受伤，所以要赔偿金，法律上是站得住脚，但明明是自己滑手机没注意到路况，对于汽车驾驶来说很无奈。看来未来碰上路口真的只能减速慢行，有点荷包大失血。玩新闻告诉林志纯，新北报道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